马边看到国际上主疫苗状况，即阿根廷是注射俄罗斯疫苗，啊，即爱尔兰甲西班牙是注辉瑞的，啊，即伊朗因是家己做疫苗，啊，有哪在做人体试验，讲阿边一个月会当来生产1500万剂。阿根廷顶礼拜批准30万剂俄罗斯生产的斯普尼克疫苗，第二日到正式开始注，将做伫咧俄罗斯甲白俄罗斯了后，第三个注斯普尼克疫苗的国家。第一波先注的对象是前线医护人员，啊，不过这支疫苗的效力、副作用甲试验结果的透明度嘛受到外界质疑。俄罗斯政府是反驳，这个批评是无根据。后面的爱尔兰甲西班牙嘛开始针对高危险族群来注辉瑞 BNT 的疫苗。西班牙部分地区物流作业搁不出现状况，转来延前配送。I've now been vaccinated, as Joe likes to say. There'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accine and vaccinations. I want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 get the vaccine.美国副总统当选人侯金雷嘛，第二日到注第一剂莫德纳疫苗，规个过程是直播，要鼓励民众来注。啊，若是顶一代已经有注辉瑞 BNT 疫苗的总统当选人拜登，是批评注射作业无预计遐紧。A few weeks ago,Trump administration suggests that 20 million Americans could be vaccinated by the end of December. With only a few days left in December, we've only vaccinated a few million so far.伊朗公共媒体日报报道，伊朗已经开始注射疫苗的人体试验。负责疫苗开发的大型国有财团表示，人体试验成功了的6个月以来，大概会当生产1200万剂的疫苗。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。